这个是我4岁的女儿，这个2年级的小朋友是我的儿子，这是他俩平时在一起的状态。你那灿烂微笑在我的世界活出属于自己的彩虹，是不是会有点羡慕？但是你别着急，再看看他跟邻家哥哥在一起的状态。你看那满天的星星，满天的糖，落在屋顶草顶融化悲伤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 No no no， 窗外的七七幺零，窗外的雾慢慢变透明，斟一杯温热的布丁，这是我想见你的心。真是开局即巅峰啊。当我买了一块蛋糕，可以等我和爸爸一起吃吗？好吧，那你放在那里不许吃啊。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是你不吃的，可不怪我。爸爸吃吃，真孝顺，要不我给爸爸。啊，谢谢儿子。还好有儿子，这时候爸爸还想要刚刚改。我吃吃。哼哼，爸爸生气了，会给爸爸吗？可是我没有吃。给我吃一口。那还有我一个糖，不然他不给我。让你们看看小女孩的情商。哎，关关，问你，你喜欢如野还是喜欢空空？如野。喜欢石榴莲还是喜欢陈空空？石榴莲。喂，那个现在喜欢空空还是喜欢石榴莲？喜欢空空。你在家不是还说喜欢石榴莲吗？我就喜欢空空啊。当罐罐突然摔倒，他的哥哥们，每当我看到花瓣脱离花水慢慢枯萎，每当我听到人说至死不渝今生不悔，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文字开始积累，在各自世界里，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，当作是场游戏。家里只有三颗草莓。他会怎么分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爸爸，爸爸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一个会给谁呢？妈妈没有。爸，给我啦！在我伸手时，他又拿回去了。不想给了吗？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。那宝呢？你的呢？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，只要理由。穿衣服。你那么善良，妈妈怎么能让你失望呢？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，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途。生二胎能给老大带来什么？我想我的儿子最有发言权了。那天我们在景区玩的时候，哥哥说想要去上厕所，等你回来就没了。老爷的本意是想逗哥哥一下，没想到妹妹突然出现。我拿着了。像所有二胎一样，他一下子就抢走了哥哥的肠。妹妹的行为让老爷肉眼可见的慌乱了，于是老爷赶紧想办法补救。我吃一口吧。此时老爷只想找个借口把肠要回来。然而妹妹的反应却是，啊，吃他那个，你看，哥哥那不要吃，要吃他那个。原来他抢走是想替哥哥保护。啊，吃哪个？吃哥那个。哥那好吃吧？我今天喝更好吃。你这更好吃啊。嗯啊，给哥那留着，要哥哭了是吧？嗯，她真的是合格的妹妹啊。你的东西我不会动，还会好好帮你守护。
当幸福被拒化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。前段时间有好多朋友问我们去干嘛了，为什么不更新？因为我们偷偷坐游轮出了一趟国。这次我们选择坐爱达魔都号，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。首先是它是首艘国产游轮，带孩子出去玩嘛，我们更在乎的就是情绪价值。总结一下这几天的体验，船上有26间餐厅和酒吧，其中有2家免费主餐厅和1家免费自助餐，以及一些消费性的餐厅，总体来说味道都还不错。其次我们更在乎的就是孩子的体验感，像哥哥就喜欢去打篮球，去甲板上玩水滑道和打高尔夫。之后我们还给他报名参加了游轮幕后故事的项目，在游轮驾驶室还遇到了正在工作的船长和副船长，这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经历。像妹妹我们就选择托管服务，会有专业的人员陪玩，并且还有室内外的泳池都可以玩水。我还带他们去看了小朋友能互动的爱达山海经亲子舞台剧，兄妹俩也都非常喜欢。最后我想说，这不只是一次单单的旅行，而是对孩子的一次游学教育。当我们在异国街头孩子调皮时，爸爸只说了一句你出来就代表中国人，他的反应立马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日本街头看到的车也都是国产车，那我们也可以坐在中国的游轮上去看世界，要相信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爸爸说天气好，出去转一圈。爸爸帮你带一下。很乖。大哥，你这口罩戴和没戴有什么区别吗？啥？包里我看有。小朋友。包里。是朋友。啥？是小朋友。不是，是爸爸。爸爸，爸爸在哪里呀？没见过人就喊爸爸。阿成们变身，超迪迦，上打怪兽。啊？啊？你再玩儿呢？你。爸给拿出来啊，鼻纸，鼻纸。好恶心哦！恶心。哎呦，我上来了。我很不喊。爸爸，我也上来。爸，我站起来。你说，自己站来了。爸爸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走吧。